哇，好酷啊！排越高，许的愿越容易成真啊！话是这么说啊，你这样不行。为什么？好了，头重脚轻。重来了，好不好？不可以。这些不要动了，另外找地方。灯就可以了，对啊，许愿。好像那个千寻哦。那你会变找到妈妈吗？我只会找到阿妈。来养你？没有啊，因为你是千寻的话，那是阿妈跟阿公变猪啊。你也变千寻了。最后一个景点。好漂亮哦，你看那个倒影啊。妈妈，今天三个景点最喜欢哪一个？这个啊，这个、哦。嗯，是啊，为什么？比较酷吧。哦，那第一个嘞、嗯？第一个没什么印象了，忘了。我觉得特色点太少了，就是漂亮而已，就是漂亮而已。然后这边比较奇奇怪怪。是回来了，哪一个轮子？破了，等于破了。
照。哦，来了，拍照。哇哦，哇塞！哎呦，这边整个破掉了。那明天我们的行程就是买箱子。好倒霉哦。他们已经吃完了，我才开始要吃。妈妈不要。好吃吗？你看这个比较也是它。Tartar。有够甜的，到了香蕉糖，要鸟死了，这边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他把你踢到，娘子！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？头上没有了，就这边这一小点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娘子，但是我也不太想玩。爸爸，你要不要来闻闻看？爸爸闻不到，好像还好，应该不是吧？因为我有感觉我踢到什么东西，好像不是娘子啊，就踢到一点点水吧。The Jesus， 不要了，下去还要爬上来，好惊。